不是，那是董老师。董老师。那是小邱老师。不是。还有什么龚老师哦？没有龚老师。你还记得谁是龚老师吗？龚老师。龚老师是。还有绿兔老师。还有玉兔老师哦。还有香肠姐姐。香肠姐姐。怎么那么奇怪的名字啊？怎么会叫香肠姐姐？香肠姐姐，香肠姐姐。哇，你看，她又要吃七果了。七果很好吃啊，你看，这就是七果。还有外县市第一美女称号的，是什么果？是七果。是绿色的奇异果，是芒果，是芒果，芒果怎么长这样？好了，你专心吃吧。哦，有最强的奇异果。嗯，哇，你自己吃，哈、哦。真是太好吃了吧！嗯，是这个七果哎、欸。啊，吃两个就好了哦，哦，不然吃这个消化很好很快哦。嗯。有吃饭，今天有吃饭饭，有喝多多，还有吃七果。嗯。然后吃这个是老阿伯，好的，那吃完了要怎么样呢？哦，哇，那这拿给妈妈了呀，啊，果然意义很棒，耶 ，give me five， 啊，我在等你 give me five， 啊。